就是今天真的完全就是靠现场中国球迷的那种精神那种支持一直在鼓励着我，然后呢我可以感受到现场球迷对我的热情，已经特别难回答我到底是怎么赢的了，因为真的这场比赛太艰难，可能是我职业生涯里面打过真的最艰难的一场比赛。我看赛后是不是还有点流泪的那种？对，因为其实打到后面我也真的已经没劲儿了，因为我可能从来都没有连续两天征战这么长时间的比赛，这也是我自己突破了我自己的极限，然后我真的为自己感到骄傲跟自豪。